我们东方文化联谊会来这里，就是证明我们从2019年一定紫气东来，风风火火，会晤昌隆，祝大家宏图大展，祝大家呢猪年行好运啊，身体健康，生意兴隆，家庭美满。谢谢大家，大吉大利，林达正市长支持。全部讲过了吗？来来来，讲，第一句话讲潮州话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蒙市的市长啊，前市长现任的议员林达坚哈，今天呢很荣幸来参加我们东方文化联谊会在蒙市的这个会所，这个会所呢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，因为在蒙市啊，我们林干花女士啊是这个会的会长，也是我们华人华侨联谊会的那个主席，所以呢又在蒙市，所以我每一年只要我在洛杉矶呢，我都到啊，就要来拜神还神，还有祈求上天的保佑，我们新的一年可以更加呢会晤昌隆，蒸蒸日上，猪年行好运，但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